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这么强？你要那个？脚抬高点。脚可以张开。你顺到会让我们觉得你在做效果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发现我会被我自己脚绊到哦。哇，这么强！这么强！不要那个！我吗？我没有变胖，看出来吧？还好吧？我因为我家里自己的家里没有那个体重，其实我都没量，所以我回到老家终于量了。我现在43公斤。哎，教练这边有体重机吗？你之前不是说面对酸民嘛，对不对？勇敢嘛！现在面对教练，来走，我们走。可是我鼻子一定也太瘦了吧？我跟你差不多，我按你身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确定要讲差不多？那你要不要上去？我真的43，很瘦啊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没说谎，赶快！我绝对不说谎的女人。你才骗啊！在骗呢！不行啊！真的，你看，43.5。哎，教练，我刚刚说43，但43.5啊。那这不差不多吗？差你了。等下去拉个10.5。对，你要多下。我先抓手一点好。对啊。我们公司的。脚抬高就好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OK。华丽。好。抓了这双环，然后荡过去之后落到那个红色的垫子上。我感觉你像很强。那如果你过这不太行，就不太会摆荡的话，你也可以单手这样拉过去，拉过去。哪样会比较快啊？比较快当然是双手过去会比较快。好，奖金过了多少钱？8秒过了多少钱？8秒过了送奖金啊，不知道是谁。哦，来送节目是不是？预备，开始。厉害厉害！就是你要拿着这两个木棒，然后插到洞里面去，借由上面的洞，然后爬过去。那一般之前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是脚是不会踩网子的，那考量到你们可能比较优秀一点，所以待会你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可以踩网子。啊，糟糕，流一堆手汗。哎。我们有粉可以给你用，直接踩网，然后往后勾。OK， 脚可以张开。你顺到会让我们觉得你在做效果，反应很快。这反应也太好了。往后勾，哎呦，很，你好小猴子哦、喔。对。感觉很轻松哎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我发现我会被我自己脚绊到哦。哇，这么强！这么强！不要那个！我都不行啊！这个团队有，对你队友都有机会过，对，所以你等一下就把机会交给他们，对。待会开始是我们从红色这颗波速开始，那手撑着前面的软垫，脚踩在后面墙壁，然后一直爬过去到后面那个软垫。像体能关卡很多是这样，你觉得越简单的关卡，你越容易在里面失败。对，你就觉得它简单轻松，你不尊重关卡，你就会失败。没有专注在这个上面。好，冥想开始。加油，可以的，感觉这个人来说很轻松。你看，很快耶，很厉害耶。对。哎呦，成功成功。成功，你真的可以去全明星。
没关系，好了，先没关系，不要。先没关系。经理太浪费。我不要。预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Go。OK， 第一关顺利的过关，很顺利哦。第二个无孔不入，好。刚刚练习的好像完美的展现了出来，这对企图心很强，很好哦，很好哦。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平衡杆，平衡杆。冷静，慢慢，优雅，漂亮，哇，优雅，优雅，比赛型，很顺哦，很顺哦 ，OK OK Nice， 厉害，好，接下来圆肉支架，加油加油，要拍手，好，有拍，刚刚都有拍，加油加油，哎呦，哎，这对，很快，真的，哎，接下来是什么？双环。OK Nice， 哦好 OK 可以，下一关双缓前行。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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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强的！快！让这一关加油 ！Go！ 心服口对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没事，很棒很棒，冲一个冲一个！喘一下喘一下，你可以休息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准备好再上。给你力量。对对对，还一个！哇！哇！Go！ 加油！加油，队长！好，第三次，最后一次机会哦。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冷静冷静。对，要抓到。加油，可以。冲一个！哦，好，好，三次，那就五个波比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好可爱哦。五，好 ，OK。那你们这队时间是两分钟，哦，好，完成这个全部的挑战的话，其实也不容易。那你们有自在参加啊，有没问题就好，所以真的有准备红包，耶，好，好，金额不一样，金额不一样，那你们要选一，好，就这样了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观众红包是一样的吗？现在要抽，要抽。那你想要怎么抽？你要这个好。看啊，耶！这会是多少？哦！哇！这是我第一次有赚到的感觉，好开心啊！谢谢谢谢谢谢。